来到我们，欢迎耶稣。相信，相信是能使不可能变为可能，阿妹吗？我们相信能将水变酒，使人复活。相信没有不可能事，所以我们一起来宣告。那些眼睛，那些眼睛，未曾看过的事情，还有你的耳朵，还有耳朵，未曾。我们闭上我们的眼睛，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
主啊，谢谢你，当我们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，你一直一路上一直牵引着我们，主啊，你一路上不离不弃的陪伴着我们，让我们一起面对各样的困难，让我们一起去挑战各样的困难，让我们一起去分享喜乐的事，分享难过的事。主啊，谢谢你，这一路上不管我们是高山或低谷，你就都一路陪伴着我们。让我们赞美你，泪湿了眼眶，无力抵挡，相信靠着一命一望，我的世界崩塌，you
面前，我们为了这个地方，为了今天一整天的行程，我们为了今天早上的聚会，我们完全交托在你的手上，主要求你大大的祝福在这里，主要我们将一切的荣耀、权柄、能力都归给你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门。非常的感恩，哈利路亚。